焦糖浸浓肉桂酱、肉桂卷，它这个都是现烤的。哦，很肉桂吗？很贵吗？超级贵，面包体非常蓬松，面包超香。圣诞老公公来了啦！这个可以列为来这边必吃的，我觉得可以耶。大家好，我是阿蒙。安妮好，我是安 ，AK 最萌少女。最近圣诞节是快到了。We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。圣诞节的时候，大家都会去哪里玩？啊，喝酒啊。很多人很喜欢去新北的耶诞城，但是人挤人也不是一件好事嘛。超满的。也打扰到板桥人嘛。我们可以去一些新的地方嘛，对不对 ？OK， 没错。所以我们今天来到了华泰名品城。我还真一次都没有来过，我真卡怂哎。华泰名品城，它之前都会办耶诞市集。但是近几年因为疫情关系就停办了，然后今年又重启了，然后它的市集里面有差不多三四十摊的一些摊贩，有一些好吃好玩的。是不是？有拍照的地方吗？有，重点吧，绝对有。圣诞节要拍美照吧？绝对美。我还好，我要拍美照。那我来帮你拍，可以，好不好？那我们今天就很丑，你要送我生日礼物吗？你家的制作预算有2万吗？3万、5万？大概2000。好啦，我们去看有什么好吃好玩的吧 ，Let's go。拍2圈。真的，然后我们点的这个是焦糖浸浓肉桂酱的那个肉桂卷，然后你那个是抹茶的烤吐司，然后还有另外一个是小的那个肉桂卷，这个没有酱，它只有一个口味而已，然后它的酱是另外装的，哇，好肉，超级肉，我直接淋上去哦。为什么你只淋中间还不淋旁边？哎，它很丑，真的，我觉得你好像淋的很光盘。它这个都是现烤的，它看起来很软呢。是松软的那一种，是吗？很肉桂，很肉桂吗？很贵吗？超级贵，它的那个面包体非常蓬松，是好吃的，面包超香。它这个肉桂是甚至会有一点点到辛辣感那一种的感觉了。哇，这时候我会很想来个热红酒，哎，好，喝酒。哎，好香哦，它这个一打开超香的。香料包是我朋友在卖的，古迪，好不好？法式甜点。你是想灌醉我啊？不可能带我回家吧？这阿姨是不是想太多？哎，很好喝哎！哇塞，圣诞老公公来了啦！据说他这个在网络上不太好买，在这边吃到现烤的，我觉得很赞，推推。我要吃这个吐司哦。好，他吐司也是现烤的。因为它的抹茶是有奶味的抹茶，他们的面包体都是一样的概念，里面是很松软的，松软，然后外面都是脆的，嗯，对，皮烤的是脆的。你看我的嘴巴，你不要以为你在拍韩剧，没有人要亲你，没有你亲你。这个也是很脆的，很脆，不然是超级方便。哎，好可爱哦。它这个是里面面包体比较软，但这个吃起来就是比较麻烦一点点。那你一定要坐下干嘛？这个就可以走着吃。它这个口感是比较扎实，然后外面是让它炸的有点酥酥的。嗯，我觉得这个可以列为来这边必吃的。我觉得可以耶。肉桂卷很有圣诞味。哎，对，就是会让你的这个来这边市集逛街更添圣诞的气息。好，那我们就赶快吃一吃，去找下一间吃的喽。好啦，我们现在来到这个造景呢，就是它仿一个美式餐厅的感觉。然后我们刚来的时候是下午天还亮的时候，看起来算是蛮漂亮，但是它我觉得晚上更漂亮。对，灯点亮之后别有一番风味，对不对？你再讲一次。没有，我们来拍拍照吧。好啊 ，Let's go。我们的餐点已经到手了，然后一个是上菜了，不好意思，为您介绍这个是巧克力，这个巧克力芝士云朵，然后这个是吉酱鸡柳条，哎，对，没错，我们点了一个甜，一个咸，来，我们来试试看哈，跟那个红酒搭不搭？这个超可爱的，然后它旁边还有搭这个，应该是像是蛋糕之类的东西吧，然后还有一些那个地瓜球这样。我可以吃圣诞老公的头吗？是啊，
你跟我说的软糖就软糖哦。软糖？对啊。哎、欸，你干嘛？你又不能，你干嘛？你又不能吃，你不要一直偷吃好不好？好了好了、啊，你要先吃吗？好。好。你自己想吃。我觉得咸的很。你自己想吃咸。大概想象到。你不可以吃啊！哇，它其实蛮大的。你要一口咬。啊。它蹦脆的那种感觉。嗯嗯，那很好吃的。嗯。嗯，它的鸡酱很甜呢，就是甜甜酸酸的，它就很像汉堡，对不对？很像 bagel， 可是就是很像 bagel 类的东西，但是它就是甜甜圈，然后很松软。那我蛮想要直接单吃它的甜甜圈呢。如果单吃的话，就是还是油耗味会很重，对，还是油耗味会，因为它就是一个很稀有的东西啊。那我觉得甜甜圈一定要还是要加。那我觉得它那个鸡酱是关键，赞，对，它鸡酱真的很赞呢。不然会，它整个会其实会比较吃多了会比较腻。哦，哎，这个巧克力看起来超赞的，它上面有撒巧克力酱，然后还有白色的糖霜、糖粉，然后里面有那个 cheese。这个白色是棉花糖，对。然后它里面，你看它里面还有一个巧克力碎片，我要吃啊。因为我期待的是 cheese 味道，但是殊不知棉花糖的味道盖过去了。啊，真的假的？嗯，干嘛先吃？哎，真的。吃不太到，吃不到起司的味道，对对对，就是棉花糖，入口就是整口的棉花糖爆出来，嗯、没错。但我觉得它那个脆片就是有加分，就是有多一种口感，嗯，哦、对，不然就是软软的这样。哎、欸，但是甜甜圈我比较喜欢，我跟肉桂卷比，我比较喜欢甜甜圈。对，我比较喜欢甜甜圈，哦，没那么喜欢肉桂。这比较罪恶啦。嗯、哦，对，很爽，很爽，真的很爽。而且我觉得这个比较有圣诞节的感觉，我不知道为什么。我 cheers。可以。哎、欸，我跟你说，我刚刚地瓜球拿起来的时候有吓到，超硬。真的吗？就是它不是一般市面上那种空气的空气地瓜球，对、哦、对对对，它是厚有厚度的，哦，蛮屌的。它应该是那种就是它里面不是空气耶，泥的，对对对，就是地瓜泥那种。那里面真的是饱满，对对，它不是空气。哎、欸，那我觉得咸的比较好吃。对，嗯，可能是我觉得是因为晚上的。甜的跟红酒比较搭，嗯，对。好，那我们两个就个别把这个吃完。然后阿蒙想说，干啊，我都没有，都没有我，对，抱歉，就是没有。我们下一轮再说啊，下一轮再说啊。哥哥穿衣间，我超不同步。好了，我们现在已经来到第二个主题拍照景点，然后这个是一个可爱的美式复古的保龄球馆的感觉，保龄球馆的感觉，对。那我们就拍照吧。高级点，高级点。台湾达人秀推荐这部优质的创作者，你有发现其他争取曝光权利的影片吗？赶快投稿给达人秀吧，点击下方。